这一题，他说有一个数学题啊，这数学题是说现在有两个多项是 AB 啊 ，B 是这个多项式，那现在有一个学生哈，将 A 减 B 哈看成是 A 加 B 啊，结果把这 A 加 B 哈求出这个答案，那他现在问说哈 ，A 减 B 的正确答案，也就 A 加 B 哈。这个是某生算出来的，算出来的答案是这个12哈 ，s 平方加 x 加4。那他现在要求哈 ，a 减 b 哈，这个正确答案，所以我们用问号代表。那 b 已知了，那现在问呢这个问号，那怎么做哈？我就把它给一减，一减的话，这个是2 b 嘛。等于多少呢？十二 x 平方加 x 加四，减掉问号，那这问号可以移过来，二 b 移过去，问号等于多少呢？十二 x 平方加 x 加四，减掉二 b， 那 b 是这个多项式，七 x 平方加四 x 减五。啊，这等于多少？就十二 x 平方加 x 加四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这个两倍的，这是十四，二七十四嘛。啊，加多少呢？二十的八，啊，减掉了，减掉十，减下来多少呢？五二，减多少？七加十四。所以最后答案是负二 x 平方减七 x 加十四，也就是说 a 减 b 哈是这个答案。